这样子要捏好，没捏好就松掉了。慢一点的节奏，这样的跑步不行，跑不太起来啦。哎，跟你说慢一点，听不懂啊？外方这样捏啊，手都松松的，怎么跑？左脚顶他一下，快洗我了。右手，捏着。哎呦，好难看哦。再一次，好，动作快，好，还在拖，要往后夹，那不是声控的，啊，欠锤啊，欠打啊，快点，对啊，这样子拿短，轮身，身体回来，挡着，没有快哦，快跑步就不好看哦，挡着。他自己来的吗？没关系，你要鼓励他，他至少知道。哎、欸，嘿嘿嘿，再一个轮转，先拍拍他，继续快步。对，挡着哦，让人挡好，挡着，永远都不挡。你以为他是 beauty 啊？手不要背背啊！你在拜什么？这里有神吗？有阿飘，好不好？坐着，停着，蹲成，转，坐着，哎，坐着嘛，为什么腰都顶不住嘞？摔马日又来好了，左脚顶他一下，外方脚在后面啊，你的脚在前面，他怎么跑啊？哦。你觉得我要讲几次？跑起来之后，你的外方脚还是要在后面啊！不要怕，好丑！我们看到一个阿伯在骑马。阿伯你好，阿伯，怎么老趴在前面呢？阿伯，以后改名，你改名叫阿伯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？如果你以后改名叫阿伯就好了。那你为什么老趴在前面呢？要大便。要打。嗯。